扶贫致富在2011年四月至七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八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欢迎各位收看剧场会客室，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马永芝博士。你好啊。Joyce， 我很期待这一集的来临，因为又可以听你说呢、这个、你怎样入行、那个即入真真正正入行去做一些化妆的工作，还有呢我知道你还有除了化妆工作还有其他一些都是你对巧手可以做到的一些工作，我很想听。那share到我读完书啦，开始入行啦、好啦，那开始做呢，很辛苦的开头，因为 我跳得太远了。我由做 science 轉去做 art， 即你知啦，尤其是做化妝，你認識啲人咧就真係幫助你好大，即都介紹啲 job 俾你啊，或者你認識啲雜誌嘅編輯，咁啊可能幫到你啊，或者認識啲人做娛樂圈咁啊幫到你啊咁，冇嘅，咁啊完全嗰邊啲人你知道就一個圍欄咁圍住咗噶嘛，嗰邊啲人，即有我以前有啲真係嘅識得有啲人。在中文大學最遠都是到沙田的，咁啊，唉，弊啦！嗰陣時自己又識嘅人不多咯喎，咁啊，真係努力咯，即係嗰幾年好勤力。我而家都做好勤力嘅，其實咁啊，即係盡量你會覺得因為嗰個機會一定是自己揾翻嚟啦。咁啊，所有嘢你好珍惜咯。咁啊，嗰陣時開始好感性啦，我覺得一講呢啲，即係有兩行淚咁啊。咁啊，嗰陣時你覺得你一定要。勤力啦！如果唔係你冇辦法，你要有人欣賞你，你要真係每件事你做得好好，你要 well prepared， 即、係所以我嗰陣時點解我要學定咁多？我知道自己開始我要識多啲唔同嘅嘢啦，即係唔係話淨係識得化個靚女出嚟啦。咁我要識其他 technique 啦。咁就玩啦。咁開始啲人就知道我我中意諗嘢。其實簡單啲嚟講咧，你問我以前讀書嘅 training 咧，咁啊 train 咗我諗嘢都幾多嘅。咁啊，同埋對於依個世界嘅一啲睇法啦，咁啊，咁啊特別中意諗嘢嘅。咁啊，所以咧點解就開始愛上做舞台啦？咁啊，以前開頭啊，即係化啲靚女裝嘅啫。即係有啲女仔揾你去下 party 啊，啲 event 嗰啲 girl 啊咁樣嘅，幫佢扮靚靚嘅啫。咁啊。開始我覺得不夠了，因為我覺得不夠滿足啊！依件事都仲咁啊，佢咁啱啦，有啲人介紹咁啊，第一次就都係啲 friend 唔知佢哋接咗有啲drama show， 咁其實我都唔記得嗰次係咩情況啦，咁啊跟埋去玩嘅啫，咁啊第一次又幾得意喎，原來唔同嘅喎，即係啲嘢完全點講啊？嗰、那個視覺咧出嚟同平時我就影 shooting 啊或者一啲現場嘅嘢多噶嘛，咁跟住咧就可以擺多啲諗法落去嘅喎，咁我嘅幸運啦就係跟住好啦，整下有一次機緣巧合就 Hong Kong Dance 有一次，咁啊揾咗咧又真係我勁好彩啦，俾機會我喎，咁啊好啦，咁啱編舞就。我成日多謝我嘅最好嘅朋友啊，黃庭林啦，咁啊識咗佢喎，好浪漫嘅，我同佢嘅邂逅嚇，咁啊嗰陣時幫佢做完嘢，咁佢睇到我又肯擺啲諗法落去，佢又夠膽俾我試喎，即係因為跳 modern dance 有陣時你反而嗰個發揮幾大噶嘛，我可以試啲唔同嘅裝落去啊，咁得意在我又有少少 fashion 底啊，咁啊撈咗啲新派，即係而家好興嘅嘢，咁啊擺落去一啲 modern 嘅嘢度，咁我又撈少少 effect 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咁佢又幾中意啦，咁跟住，咁我同佢有個好美麗嘅邂逅嘅，就係佢哋有啲人唔知出曬去，唔知去曬出邊咁樣啦，咁啊嗰個我喺八樓嗰度咧，即係上環八樓嗰度咧，咁啊有個 room， 咁啊。咁我又識彈琴，咁我有琴會做，冇曬人嘅嗰日，咁咪喺度，咁我咪自己撳下咯。佢又唔知道，好似好做戲咁啊！成件事佢又行過，跟住佢走入嚟喎，咁佢同我傾偈，咁啊真係自此就真係好 friend， 真係 my best friend 嚟嘅呢個。自此就咁啊，佢有陣時有啲舞啊，而家咁啊就叫我，我就開始玩畫花啊嗰啲啦。咁啊有陣時我就～
喺即係佢每年有一個同阿大樹有個佢哋兩個嘅 show 嘅，咁啊就約咗我十年啊，咁啊每一次我就諗啲唔同嘅 pattern 俾佢，咁就愛上咗另一個新嘅範疇啊，咁啊做 body painting 啦。嗯，咁然之後咧就咁啊，我嘅愛上舞台就嗰、那個 point 啦，都叫做開始啊。咁因為好好，佢同我傾偈嗰陣時，佢又同我講嗰啲嘢啦，即係佢又話咧，你有冇諗過即係你係一個化妝師，但係你係可以唔止做化妝師做嘅嘢嘅。咁啊，係喎，即係又幾得意，好早期啊，真係好多年前啦已經。咁啊，係喎，即係唔係下下淨係人哋叫你。啊幫我化咩妝啊？咁我話化嘅喎，你可以擺諗法。咁啊當時佢就話俾我聽，即係換句話説啦，你可以做一個化妝上嘅設計啦。即係咁啊，引開咗我，打開咗我依、這個嗰道門啊。咁啊，我開始就喺唔同嘅 show 就試下啦，擺唔同嘅諗法，就將我學過嘅嘢或者我識嘅嘢咧，就諗埋啲古靈精怪嘢，就砌落去。咁我而家就。即係有都幾多同我合作嘅人都知道我都幾中意擺勁奇怪嘅落去都會啊，或者諗埋啲屎橋啊嗰啲嘅，即係拿起手有陣時有啲嘢就抌落去嘅啦，咁啊咁都幾得意嘅。咁呢啲機會就係慢慢就儲翻嚟啦，就知道我即係我肯嘗試去諗啊，咁啊慢慢呢幾年啊就行咗入個舞台度啊，真係覺得自己即係。我出面的東西都慢慢越來越接得少，因為真的那個 sharing 我很喜歡做舞台呢，就是那種大家很齊心去做好一件事，你看著件事由零開始，可能只不過由一個劇本一個文字開始，然後大家談大家去坐下去想，然後直接到最尾完show嗰日，我真係我有陣時都我成日都講我show後抑鬱嘅，有啲show真係你如果好投入得到落去咧，跟住之後你第二日你起身，我做咗啲咩咧咁樣嘅，咁咯，咁適逢又得意啦，依年齡有啲機會俾我又幾搞笑咧，就係、是、我又走去做演員喎，咁啊第一出就舊年年尾啦，咁啊美麗有罪，咁啊。同阿鄭智之，咁佢就係佢嘅 monologue 嚟嘅，咁佢就要揾一個化妝師就幫佢手，咁啊即場喺個台度咧，咁我就有幫佢換衫啊、換妝啊，咁啊即冇得翻後台，我哋平時嗰啲靚淋淋嗰啲係，咁啊要練到個動作懶優雅，又要換到啊，不過都。當然其實我真係場場都驚嘅，即係嗰個位一到我要做嘢嗰個位，因為我唔使講嘢嘅，我就淨係適當時候走出嚟。咁我當時咧就我幾開心嘅嗰一個角色嚇，即係我嗰個角色啦。雖然唔使講嘢，但係我係代表緊美麗，因為出嚟叫美麗有罪係誘惑個誘啊嘛。咁啊講一個女仔好中意扮靚嘅，咁當然喺開心在就係、是第一好好發揮啦，我你諗下，即係我用到曬我識嘅嘢嘛。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劉浩翔寫劇本嗰陣時候，咁有陣時候都會同我哋傾下偈啊。咁大家一齊即都係有啲嘢都係 GM 出嚟嘅，咁我都覺得幾開心。當然即我都講好多女人扮靚嗰啲，即係 share 翻平時女人扮靚用咩心態嘅咧。咁因為其實。幾搞笑嘅，有少少又好似笑緊啲女仔太中意扮靚，即係因為都會 share 翻究竟會唔會你原來你人生去到最尾，你唔係淨係為咗靚啊，咁各樣嘢啦。咁啊嗰陣時依個機會就都嗰陣時都幾緊張嘅，第一次真係上台做演員啦。咁啊成出戲我都基本上喺個台度嘅，但係雖然唔使做嘅都幾攰㗎，即係。嗰、那個我唔知點解我竟然有壓力，我開頭以為我唔係好大壓力嘅喎，但係原來咧第一你又係要夾啱，因為有一個位置就講佢我有啲位置就即場喺佢身度都係要畫少少嘢嘅，咁啊啲 timing 又係啦，即係永遠就算你換裝都係嗰一筆嗱、平時你有咩整得唔好你可以改噶嘛，但係咧喺個台度轉裝咧好準咯、啊，你要即係。
落嗰一筆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咁啊，你落個 eyeshadow 仲要暗燈喎，即係唔係話有曬嗰個鏡燈俾你噶嘛？咁啊，淨係即場咁有陣時咧，又驚呢樣驚嗰樣啦。總之成個 show 咁樣，嗰陣時又身體唔好喎，嗰排咁啱，要病病地喎。咁跟住但係 show 翻去到最尾，我好開心嘅做完呢件事咁咯。咁呢個第一次做演員好搞笑，跟住近來啲人佢哋成日笑啊。下一出我再上台就直子小姐啦。上四月啦，好似嗰、那個咁啊，跟住陸續咧有幾出戲咧啱啱 Diva 先生啦，又叫我出一出台行過啦。跟住啊，陳文剛佢哋做呢個嘅安娜與陳七同靚太作死兩出一起做嘅，又係叫我。你找個位置出一出啦，都唔知點解佢哋而家咧就跟住佢哋開始笑我啦，係咪你開始？你係咪想做鑊錢咁樣咧？跟住我唔係嘅，不過真係貪玩咯，即係開始我又幾好玩啦咁咯。咁啊，依幾個月就開始好笑，我成日都話我踩台嘅機會仲多過啲演員啊！我你諗下，我兩個月幾出戲出過嚟咁咯，但係當然係好掠過嘅角色啦咁樣咯。好似 Hitchcock 嗰啲電影咁，有翻自己 signature 喺度。係啊係啊，跟住然之後佢哋而家又笑我會唔會你係咪第日接戲之前你就同個導演講話，我點都要揾個位置出嚟咁樣咯咁啊？但係呢個都係講下笑嘅啫。咁因為我總之最緊要我都係覺得。我想幫到件事啊，即係我好彩啊，因為我覺得自己係又講感性嘢啦。咁啊，即係嗰個好彩係咧，我都勤力，但係都唔一定噶嘛，即係都好多人好勤力啦，我相信。咁而真係嘅好你好想去做化妝，你又真係做到喎。即係嗰陣時，當然都有人你啱啱點講啊，放棄你以前。做過的事然後你轉去另一度，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啦，呢、這個都一定的啦。都經歷了很多嘢，咁啊好多人都梗係會同你講：哎呀，會唔會嗰啲啦，嘥咗啊，或者會唔會唔穩定啊，或者你係咪貪玩啊？咁嗰啲真的唔係嘅，即係你自己知道唔係嘅。咁啊嗰陣時，屋企啦，咁啊當然就有啲微言咁樣啦，咁啊。好好彩地咧，我覺得自己幸運就係、是你結果真係做到有啲嘢，咁啊，所以咧，我而家就幾著重嘅，即係我好希望即係個劇場真係我做到啲嘢係為咗幫到佢哋啊！即係例如我肯同支持一齊去做戲，咁當時我都貪玩，即係老實講，但係即係我都同佢講咗句嘅，即係你要我做咩我做咩。即我是希望大家做到一些好一些的事出來而觀眾看到是去真的捏到一些東西或者也是的可能聽完我講的一些東西 你被我感動到的即是想想自己會不會、你不是什麼都沒有的即你肯去做呢其實、不是這個世界沒有東西給你 你去試吧即是很開心的你做到一些自己做到的事你真的覺得、即我都好大膽咁樣 ，in case 我有咩去到人生最後一步啦，即我都夠膽講，我冇乜大遺憾嘅。即因為真係你諗下嗰種幸福，屋企又好喎，咁然之後又支持我，即係而家好支持我嘅。咁啊，依個轉捩點點嚟咧嗱，就開咗另一個 topic 啦，係啦，就導致我而家真係覺得自己其實都幾好啊，即係各樣嘢唔錯。咁所以我盡量而家都我會。幫多啲人哋，即係令到人哋都做到人哋想做嘅嘢嘅。咁所以好多人即係同我傾氣啊嗰啲咧，咁啊都問我幫手得唔得？唔緊要，即係我都當然我都有我嘅 concern 啦，但係我都會話即係盡量幫得手，我都會幫你，即係喺我嘅資源裏邊啦咁咯。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係、是、我屋企啦。點樣開始真係好支持我做呢件事咧？就係舊年。我去年真的很多事發生了另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寫了 proposal 即我也想試一下、可不可以用我最喜歡的東西去做一些創作上的東西呢那時候我就寫了 proposal 給 K11 那個是一個商場就他就那時候就後來批了 accept 了我 proposal 就支持我們就給了一個地方
同埋即係有啲 sponsor 咁樣啦，咁就就 support 我哋喺佢個商場度去搞一個art 嘅 show。咁因為好難得㗎，你諗下香港都唔係咁多呢啲 chance。我又好彩嗰時，好似佢嘅即係佢都唔多接受過呢啲 project 嘅，到而家 so far 都唔係有太多 group 即係佢有 accept 到嘅。咁嗰陣時咧就。我就因為我特別即係我成日都講啦，我中意 body painting 啦咁啊。嗰陣時就好想，其實不嬲都好想嘅。我可唔可以用 body painting 做一個創作，即係我自己嘅創作啊？咁啊，開頭就諗簡單啲啦。咁啊，不如做完 body painting 就可能我因為我又想用翻我讀擺我嘅嘢，咁啊會唔會係一啲可以用 body painting 同埋 science 嘅一啲 information 夾埋？人哋睇完咧，覺得靚之餘咧，亦都我喺裏邊睇到可能生態上嘅一啲資料啊，或者你對於環保嘅一啲睇法啊，咁我當時嗰個意念係咁嚟嘅，咁啊後屘好好彩啊，咁啊我問阿 Andy， 可唔可即係又黃庭林啦，咁可唔可以幫我編舞咧？咁佢又一口答應咗喎，咁啊嚟啦，開始啲嘢，咁啊佢又好熱心咯喎，咁跟住阿平面設計師，咁啊佢又。就誒咁，我幫你寫個 storyline 啦。咁跟住整下整下咧，就越整越大啦。件事開頭真係我本來唔係諗得咁多嘢嘅，好開心嗰一次。咁啊喺個商場度好得意嘅嗰個地方就係有個好似window shopping 咁嘅位啊，直頭一個鋪頭嘅鋪位，就喺正而家嗰個地鐵火車嗰啲交匯處喺尖沙咀。咁啊好多人流嘅嗰度，咁啊隔住個玻璃，咁佢哋喺裏邊咧就即係我畫曬玻璃 painting 啦，咁然之後就當時佢哋就啲觀眾就隔住個玻璃就睇到裏邊佢哋會有二十幾分鐘嘅一個dance 嘅表演嚟嘅，有男有女嘅，有男有女裏邊，咁啊 costume 啊又好靚啊咁啦，跟住然之後就即係其他即係因為嗰個商場啊嘛，咁啊有就唔可以完全都得，當然如果有得完全都得，我梗係好開心啦，但係唔緊要嘅，我覺得因為。係啦，即係我覺得最緊要 show 到嗰件事係一個好靚嘅 art piece。咁跟住嗰陣時咧就我就用即係用 body painting 配合埋嗰個舞蹈啦，咁就去喺嗰度就 show 咗好多場，好似結果夾埋廿幾場咁滯嘅。嗯，係啊，因為佢有 rerun 啊，後屘因為個 feedback 好好啊。因為即係我好開心嗰個位置就係嗰陣時真係隔住個玻璃啫嗱。在劇場我們做了很久了，有時候真的這樣，不買非觀眾你有時候覺得不如多些人來看吧，這個show真的很好，但有時候真的那一下你那個reach不到某個觀眾群，你覺得很浪費，但那個很有趣，那就不用錢了，是不是？原來有些觀眾群就是他可能 never 入劇場的，或者他從來他怎會無緣無故買張票去看一個表演呢？咁啊，有啲係啲爹哋帶住啲細路啊，有啲公公婆婆啊，咁啊，咁細路仔啊，伏喺個玻璃度，好感動噶。其實，因為細路仔有個細路仔喎，一路睇喎，因為我哋都有，我哋都叫做我後屘過咗一兩場，我覺得唔得啦，都有啲心嘅。其實，因為嗰個有個神話故事嘅 background 啊，咁啊，不如我哋印張 leaflet 啦，派俾佢哋啦，咁啊，有少少簡介。咁我哋啲細路仔啊，呢個角色應該係代表住咩嘅？呢個角色應該代表咩？嗱，佢打佢啊嘛，即係我覺得就係嗰個位啊，你好 close 啊，好親民啊嗰個感覺，即係亦都係好。很直接啊！咁啊，我覺得那一次的 feedback 幾好。嗰廿幾個人都是你畫的全部都唔係廿幾個人，唔係。你話有個 dancer 喺裏邊，有個 dancer 喺裏邊，唔係嗰個第一次 run 就四個演員，第二次就六個。OK。dancer 嚟嘅，咁大化四個鐘頭噶啦，十幾個化妝師化四個鐘頭。因為你係 design， 即係唔係每一個都係你畫嘅，即係有啲重要嘅筆位都係我做。咁但係因為太多啦，即係我一個人我畫幾日啦喺嗰度。係咯，我就諗你點畫咧咁多人？啲範圍大啊嘛，咁同埋我自己都有好多，我個 team 有好多人嘅。咁啊，所以就即係一齊做呢件事。咁我就俾曬話曬俾佢聽，教曬佢哋要做咩。咁然之後就做咗件事咯。但佢你個。那個 theme 是一個主題是神話嚟嘅，係嘛？即係咁，所以嗰個你設計嗰啲 concept 都係比較神話啲咁樣嗰種。咁啊有都擺咗幾多唔同嘅神話元素喺入邊嘅。咁啊有啲人睇到，同埋好得意，即係例如有個叔叔睇完喺度喊，即係佢
佢睇到成個，佢直頭睇到成個故事嗰個病背後嗰、那個。好感動。我覺得好感動啊，因為真係依啲人可能佢入劇場機會唔多噶。咁、我幾欣賞嗰一次咯。咁而依一次對於我嘅轉捩點最另一個最大就係我屋企人啊，佢哋嚟睇幾日，即係其實之前即係。都好多時候我都會叫佢嚟睇，咁有陣時佢哋，你知啦，即係佢哋第一，佢有陣時會話：，你唔好再玩啦，你揾份政府工作下啦，咁啊，但係咧，嗰一次得意在咧，就係佢哋嚟睇完啦，佢知道，我諗佢 sense 到我要嘅嘢係乜嘢，咁嗰一次就好唔同咯，咁啊都改變幾大。咁啊後尾我又做埋演員啦，佢哋又嚟睇啦，就開始我媽成日睇到我啲設計啦，咁啊就開始而家好支持我嘅，好好噶我媽咪，有跟我做 show 的人都知道的，他經常來後台拿飯給我吃的、是我跟他相處的好機會，因為做劇場 很慘，就是回不到家吃飯，經常就是夜晚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做事這樣是的。那講到這裡另一次機會啦，就直接小姐啦，又是多謝豬仔信我啦，那我但你之前有冇畫俾我畫沙畫噶？你之前有練開噶係咪？冇噶，冇。我係為咗依一個 show 開始練。就去練啊！係啊。咁你使唔使學噶？咁有一次海潮有個佢啲表演，咁我就有去望佢點畫，咁咯，咁啊同佢傾下偈，咁佢都俾咗好多 tips 我，咁咯，咁啊自己上網，而家因為上網都好多依啲依類型嘅表演嘅嘢嘅，咁啊。狂睇，咁啊自己喺屋企練咯，咁用咗個零月啦嗰陣時，咁啊跟住咁叻嘅可以，唔係啊，咁咁就可以逼我，真係好厲害。咁嗰次就係咧幾開心，就係、是、一開 show 就係、是、我都好驚噶。聽你問我畫畫真係我，你問我係咪好叻，我唔可以咁講噶。但你畫落啲沙路真係哇，我真係好靚嘅畫家畫出嚟嘅嘢。多謝你，多謝你。嗰、那個位係真係噶，我去到開 show。我入 tag， 我先即直至到 dress one， 我先至好 confirm， 我覺得個 timing 係咁啦，即係我 feel 到件事，因為之前你就算屋企勁練都冇用噶嘛，你要真係入到台，你睇到曬啲燈光咁樣咯，嗰次又係一個新嘅發展咯，同埋我唔知啊，其實做我 share 翻都係我對手其實都係我特別中意做啲好細微嘢咯，即化妝啊。做各樣，我而家另一樣嘢就係我成日做頭飾啦，有幾個 show 女帝啊、Diva 啊，咁又係我特別做頭飾多啦。咁都係中意做啲細微嘢咯，總之。我係 my 啲人，即係對巧手咧可以做到咁多。其實呢個訓練咧真係㗎，細個彈琴啦，跟住然之後以前做實驗啊、解剖啊嗰啲咧。湯魚啊！係啊，湯魚咧，即係揾條血管，即係一毫米咁幼，咁你又要揾佢出嚟，咁啊。咁就係依啲咁嘅機會練翻嚟咯，咁而家就成日用到啦。咁係啊，咁啊幾開心嘅。其實我人生即係總括嚟講啊，我覺得因為嗰啲機會啊，我覺得都幾多人。我識咗好多朋友，同埋喺劇場真係我識咗好多朋友。嗯，係啊，所以我而家就成日講真係嘅，你幫手你出聲啦，因為第一我覺得我要俾翻啲嘢個社會啊。我攞了很多東西已經，你想想即是、我讀書又讀得特別多了，跟住我用了納稅人很多錢的了我當即我在藝術上我教育回這個社會，我覺得都是應該的。另外就是劇場的人真的大家都很努力，我覺得我都很希望即例如現在有時候幫他們去想宣傳那些leaflet 那些，我都是即你看有時候近來文哥佢哋都好大膽啦，啲裝咁跟住，然之後即係各樣嘅。之前做科學怪人嗰個 poster 又係我又覺得啊，我都好中意嗰種，因為做特技嘢啊嘛，咁我又特別開心啊。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即係咁有啲就做到 body painting 啊嗰啲咁都有嘅。咁啊，我覺得即係出翻一分力咯，我覺得即係為咗呢個世界啦。即係如果唔係，我覺得我攞得太多嘢啦，真係咁。好好喎，同埋你咁樣諗法，即係通常啲人梗係覺得世界辜負咗佢啊，唔夠啊，點樣啊？太多啦！但係你可以咁樣諗，我覺得即係呢樣嘢，我反而好好感動啊！係呢一樣嘢都幾受啊 Andy 影響㗎，我因為 Andy 係幫好多弱勢社群啊嘛，咁啊，咁佢都成日教我呢啲嘢嘅，咁啊，我都覺得係我咁好咁多，即係我。
都跟很多弱智人士 work 啊咁樣嘅。咁佢啊，即係佢哋有個心飛舞團啦。咁我有陣時都會同佢哋做嘅。其實佢哋嘅世界就咁簡單啫嘛，即係出去跳隻舞就開心，即係好開心啦已經。咁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而家咁複雜啦，或者已經都咁多問題出現咗啦，近來咁啊，其實你諗下做人，你係咪要咁多嘢咧？咁好簡單嘅啫，即係做人係咯，你做到自己要嘅嘢，咁然之後你令身邊嘅人開心就已經好夠咯。哦，你咁樣同我講都令到我好開心，所以你今日都已經好有功德啦。係啊，咁啊，我覺得係啊，大家就係即係努力咯。我覺得做人同埋盡量將自己即係大家有長處，我都有缺點嘅，即係我都有啲嘢做唔到嘅嚇，即係游水打網唔得嘅嚇。咁但係就將你嘅長處發揮咯，咁啊用喺應該用嘅地方，係好好，係啊。多謝你先，我多謝你，同埋我要再多謝你幫我氹新物語化到我啲演員好靚，多謝你，多謝你，好嚟緊多啲合作機會，好多啲合作，好多謝曬你 Joyce，OK， 拜拜 ，OK， 多謝各位收睇，拜拜。向你誠意推薦 iRead，iRead 係咩嚟 ？iRead 係一個公共出版服務，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 blog 等等發成電子書，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這個就是 iRead。